小杨姐，啊，你别说，这空调开的挺足啊，热热呀，确实热啊。哎，珊珊，你捂的米盐是不热吗？不热呀，我体寒。啊，那你多吃点热。哥，吃热，谢谢。 这顿饭用完券，一人一百零八，就转给我啊。嗯，你现在转。对啊，我没带手机，你帮我转一下。好，过去。早就转吧。啊，你到了。喂，阿姨。啊，思思在我旁边呢，你稍等。你妈。哎，喂，妈。哦，我没带手机，我待会儿给你打过来啊。 没事吧？啊。啊，我们不是邻居吗？他爸妈找不到他，就找我。啊。哦。天然哥，快点！哎，思思姐跟天然哥到底怎么？ 不过好不习惯，表情这么丰富的吴科长。其实，我觉得天然哥的工作热情和责任感是胜过我们所有人的。我了解思思姐，她是不会无缘无故指责任何一个人的。哎，你这话啥意思？好像我是那种无缘无故责怪人的人啊。哎呀，本来没说，你但你要上赶着认领，我也没办法。不是你说谁呢？好了，准备好。你是我听明白了。 什么意思，范思思？你这是让李天然替你背锅是吧？绝对不行！我告诉你，天山，我站你边，我的锅只有你能背。你怎么知道？就是我，你这么大年纪，人家这么大年纪，人家这么大年纪，吵吵什么吵吵？这是我。老吉，嗯，就你嗓门大是吧？老吉，你看看你戴的这个头啊！ 那么大岁数，都给我进来，出你俩！这老金，这是你俩呀，这是部长。哎呀，部长，我目睹了全程，就是老吉他挑的事。哎呀，擒贼先擒王，这个道理懂啊。 今天你们在外面起哄架秧的这个事儿，我不追究了，啊！但是外面那两颗定时炸弹啊，必须马上把它解决掉。我们不能因为他们两个的私人恩怨，影响我们整个企划三部的安定团结吧？部长，您说的太对了，那俩早该制止了。您说我们该怎么做？全员出击，兵分两路。哪两路？ 男的一路，女的一路，各个击破。嗯啊，明白啊。这是你们将功赎罪的唯一一次机会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嗯，本周内，我要看到他们两个重归于好。相亲一下，今天周几啊？周五。啊，老吉，你的话很多嘛，时间还是很富裕的呀。部长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 去执行。好的。哎呀，小白，你的全名叫什么？白马帅。白？怎么了？马。干啥呀？帅。你是？ 飞马集团的白马帅吗？飞马？不是，是高发集团的白马帅。高发集团的白先生，你好。您客气了。
我是跟同事来学习的，明白。江小姐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不是，总监，什么情况？那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高发集团的江小姐，这位是高发集团的白，莫非马是帅公子。江小姐好，白先生好，好，好。小梅，这是什么特殊的职场礼仪吗？我也没见过这架势啊。但潘组长说了，越客气越危险，今天上一场，咱们小心点。明白。请大家多多关照，请你们多多关照。啊，我们是来学习的，我们是向你们学习的。你们请坐吧，你们快点坐吧，别客气了，我们请坐吧，你们请坐，你们坐吧，你们坐呀，我求求你们了，我求求你们了呀。好，有，喝酒去，喝酒去，喝酒。让前辈喝酒不合适，喝茶吧。啥？喝酒也合适？来来来来来，喝酒喝酒喝酒，喝茶养生，养生养生，喝酒开心，开心开心开心，喝茶好谈事儿，谈事儿谈事儿吧，喝酒好办事儿，喝茶平和。知不知道有一种人，就是喝完酒过后特别喜欢说别人的秘密啊？哎，放心吧，这种人呢我听过，但是我江美绝对不会是这种人。我江美啊，嘴巴可严了，大家都知道。我江美嘴巴呢，撬都撬不开。嗯。哎，别光干笑了，我们家水在哪？好喝。那边。哦。哎，你家真是又大又穷，就一张床。都是小事嘛，这点事情还要我出吗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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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知道门口那人谁吗？那杂志上那个人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这不误会了吗？哎，你别紧张，我猜一定是因为昨晚咱们知道太多飞马集团的秘密了，人董事长都亲自找上门来算账了，怎么办？哎，这样，小白，你是新人，你先进厕所躲。哎，别，我来，你不对。江美，要不你去躲一下，我来处理，好吗？啊，不用，我好歹也算你前辈，你回去。不是你相信我，这个事没那么简单，你。哎呀，你放心，你交给我来处理好吗？你快去。白马帅。对不起，白先生，那个昨晚的事情都是我让小白这么做的，我什么都不懂，所有的后果我都愿意自己一个人承担。你哎，不，别动手，误会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公司的同事江美，江美，这位是我爸。你们俩不像吗？爸。确实不像，我随我妈。那您，白兆义。白兆义。嗯。白马帅，高发集团的白马帅，竟然是飞马集团董事长的儿子。接我，鄙人姚思文，性格直率开朗，最大的特点是可以将团队凝聚起来。幸会，幸会。
小女杜千，今天也是。哎呀，迟到了，迟到了，耽误大家进度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抱歉，抱歉。这位公子是？哦，我乃白马帅。于知县是吧？啊，家父特意安排我来你们府上实习学习一下，你看着安排吧。令尊是不重要。住哪儿啊？这样的纨绔子弟不在家里面养花遛鸟，反而来应聘。嗯，我觉得他是西卷族。嗯，不，此人虽然行为凡尔赛，但并非西卷族人面试的模板套路，说不定真的是想要靠自己白手起家的富家子弟，可以再观察观察。嗯。姑娘，请让个座。大家好啊！继续继续。你是白马帅。面试继续。哎呀，我能交钱吗？白公子，此话怎讲？我认为啊，既然来单位学习，那肯定要付点学费吧。我每个月给你2两银子。嗯。不，20两。好啊。白公子，每个月付20两，每月付20两，一次，每月付20两，两次。等一下，大人，虽然我不能给您交钱，但是我的工作时长长。哎，不是，这工作时长还能改？嗯，高发律上写了啊，每人每天工作4个时辰。5个时辰。我习惯早一点到单位准备工作。6个时辰，哎呀，大人，你看我这爱加班的老毛病又犯了。7个时辰，豁出老命了。8个时辰，每天8个时辰，还要付20两。白公子，详细说说。哦，不是。我就是想问一下啊，这一天工作时长超过8个时辰，是不是已经违法了呀？对吧，各位？嗯，按律例有点啊。那如果三府存在这种情况的话，我要申请劳动仲裁的呀。意识很好，意识很好。嗯。啊，这孩子啊，功亏一篑。前面答薪资题，答得非常好。啊，白少爷，劳动仲裁是我们大人的死穴，你被 out 了。哎呀，就等你这句话了，早点说不就完事儿了吗？告辞了，各位。啥也不是，你们。Hello, my son.Can you speak English? 说中文。中。年轻人，请问你掉的是这张金卡，还是这张银卡，还是这张 KTV 储值卡？选这张。我掉的是那张卡。这是什么卡？黑卡。黑卡什么意思？无上限的意思。嗯，没有卡呢。在兜里。
所谓的誓约，就是建立在两个人之间最具约束力和信任度的一个承诺之一。启蒙时期啊，这个洛克就和孟德斯鸠有说过关于这个。打住！这和孟德斯鸠有什么关系啊？讲重点。所以我求你了，你千万千万别把我的事情说出去，我真的很想在高发继续工作，拜托了。不是，我看起来很像那种大嘴巴的人吗？喂，哦，吴科长，我正好要跟你讲呢。今晚你去哪儿吃饭？喝酒吗？你今天是去喝酒吗？哎，江南，我送你啊。今天呢？明天呢？后天，大后天。今天呢？喝酒吧。茶。既然你这么崇拜哥呀，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啊。昨天啊，我回去特地把我的小学毕业照给找着了，你看，这是我哥，我从小帅，从小就占 C 位，这孩子还是腼腆。我算出来了，我算出来了，一共是113个小时，公司欠我113个小时。你才113个小时，我下午也算了，公司欠我的时间够我从现在开始摸鱼摸到5年后，怕是还不清了。哎，天然哥，你现在还想着公司还你时间啊？有这时间呢，你不如想想我们该怎么守护我们剩下的分儿。我就刚刚走了个神，发了个呆，又扣我1分，这才月初就剩9分了。9分，我就接了个电话，扣了我6分，我好冤。我比你们还惨，是我带薪喝奶茶就剩8分。那我还行，我还有10分。谁能有我惨？我直接扣7分，还进了学习班。习组长，要不你先拿我的去顶一下吧，我14分满着呢。哎，算了吧，你中午还得去健身房，万一回不来，直接扣8分，那不禁痛。不行，不能让郑副董再这么继续下去了。凭什么公司让我们加班就理直气壮的？我们想要拿回我们自己的时间，就得这样偷偷摸摸的啊！啊，对对，啊！我想到了一套应对办法。从明天开始，我们要坚决地捍卫我们自己的生活。好，好。带薪创业是真的快乐。
真的。哎，各位各位，催化完给每个部门发人体，工学坐垫呢，正挨个道歉呢。看来我们是赢了。哎呀，是舒服啊！你看还能转圈。哎呀。